I was ready to take a train for 15 hours for this, and I got this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现在41岁只言制片之我苏亚卫视的夏波波。上次吃完兰州拉面后，很多朋友跟我说，开店数能超过兰州拉面的只有一个神秘的餐饮组织，没错，沙县小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吃过沙县小吃吗？肯定吃过，但是呢，你们知道沙县在哪儿吗？沙县真的有小吃吗？还是说中国真的有沙县吗？哈哈，溜冰火车 Adventure 我又来了， Let's go。 这次来得早，所以我不怕赶不上车什么的，但是因为票紧张只能坐硬座，但是我发现很划算啊，又便宜又能认识很多人，所以我这次决定也要坐硬座，哒哒哒哒哒哒，14个小时，但是就是没有直达，就要转。六匹火车，好久不见 ，I missed you。哎，这怎么觉得有点不一样？感觉有点装修的 ，like a newer version of the 六匹火车。I wonder， 硬座还是那么硬吗？这还挺舒服啊，比那个。六匹车的那个硬座舒服很多，就是我希望我旁边这两个人 they accept me filming。 我再拍个视频您介意吗？我不介意，我这边拍。哦，好，我从这边拍不到您，拍到你的肩膀可以吧？嗯，好，谢谢。但是我怕如果这边有人的话，那就我得这样拍。你是去哪儿的呀？南昌。南昌啊，差不多也算是，但是从那边还要转。哦，你去南昌转车是吗？对，然后福建三明。啊，对对对。福建那边没事，沙县小吃。对，沙县小吃。沙县嘛。福建的饮食不行。但怎么那么有名啊？有鬼的名字。你们那儿有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？南昌，王婆汤。哎呦，很多肉。对。那我肯定会喜欢，我就喜欢吃肉。然后还有这个。一大早吃完那个应该很爽，下次有机会去。吃的有什么呀？红烧牛肉自热饭，这个自热火锅，南昌拌粉，还有拌粉吗？拌粉还有，只有一个，你来吧。南昌拌粉，我来给他。你先给他。你先吃。等一下，我可以送过来的，没关系。哦哦，还有是吧？对，有的。行，那就这个粉吧，谢谢。江西米粉，你老家的。辣椒的粉，打我这么多东西，高端的食材，用最朴素的方式，真香。这样子吧，早上好，我完全没有睡觉，辣椒香菇，我刷个牙。小心点，注意驾驶安全。OK， 就我感觉，这个车虽然是绿色的，跟六匹火车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没那么容易叫朋友。看看下一个车能不能找到一个沙县的人，然后给我推荐哪里有最好的小吃。Hello， 六匹火车，好久不见。等一下啊，好，没事。哎，谢谢您。我这边再拍个视频，您介意吗？啊？您介意吗？我拍个视频。介意。我这边再拍个视频，您介意吗？你给我拍。没有没有，给我拍。给你拍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河北石家庄。河北，那驴肉火烧好吃。哦，对，河间。对，你去过沙县吗？好啊，没去过，是我想去那边找那边的吃的，的美食，食物，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推荐，但是你们没去过的话，那就不打扰了。好嘞。三明，我来了。Where do I get a car？ 在外地的哈。阿根廷的。阿根哇，很远，他在这里。哎，是吧？你很远，很远。哦，我现在是从北京来的。好，从北京。对对对，您是沙县的吗？我们是莆田啊。啊，莆田是吧？嗯。哦，那我就叫个滴滴，随便定个位置，问那个司机我应该去哪。有一个沙县小吃文化城 ，Yes， that's where we go。文化城，哎呦，这个厉害哈、啊！
大家，我没找到一个牌子，但是这个地方叫做沙县小吃文化城，而且你们看，哒哒哒哒，总部，我是不是找到了沙县小吃大本营 ？Hello， 你好，师傅，您是沙县当地人吗？那您应该知道吧，在哪里有比较好的小吃？就是在不远吧，过个桥。但是要沙县小吃，就当地的小吃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汉语讲得不错啊。还行，我还在学习，还在学习。沙县小吃里面，您最喜欢哪一个？铁路拌面那些。拌面是吧？我在北京的时候，我问了很多朋友，他们都不知道沙县在哪儿，他们都不知道有没有真的有小吃吗？所以我来看看。外地跟在你本地很多有些很多都做法啊啊啊，那味道啊会不一样的。对，在那边的不正宗，对吧？就是很多原材料他们那边没办法弄。对，包括水，水也不一样。对。那除了小吃之外，还有就是沙县还有什么比较有代表性的？肩膀戏的那些，站在肩膀上跳传统舞的那种。哦，肩膀戏。在哪里能看到？那个现在估计只有庆祝什么隆重节日的时候那些才会有。哦，一般平时都没有。而且今天下雨，应该很危险。是啊，这边家就可以。谢谢您啊。我没想到，我以为他会带我去一个有沙县的小吃。这个就是沙县小吃，很有名的。是是，就全中国都有，但是我以为是有一个比较 local 一点。没想到还是这个 logo， 这个最正宗的，吃过以后就不是沙县小吃了，跟北京的不一样，对吧？好好，谢谢谢谢。OK， 当地人最准的沙县小吃，你这边能看到，全中国最地道的、最正宗的沙县小吃，请问您吃过吗？哈，肯定没吃过，太多东西了。两碗面面，对，它是两碗面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烧麦。烧麦啊？啊，这个是烧麦呀、啊。我们沙县的烧麦。哦，可以，来一份，必须尝一尝。你会吃？小份会吃。你中文怎么说的这么好？我是很努力。你做过几年了？四年了。你是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我不想浪费食物，没关系，价格一样。没事。我不想浪费食物。玉姐要不要尝一下？玉姐。是鱼肉吗？有一点点肉丁、啊、好好，来一个小份儿，真香，可以。金包银要不要来一次？可以啊，来。这个要来一个，这是芝麻饼吗？这个也叫状元饼。好呀，来一个。那个是肉夹馍吗？对，肉夹饼、笋夹饼。来一个肉的吧。再来一个什么汤？汤可以啊，牛肉汤。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这个口罩已经戴了20个小时。I hope this is worth it. 我坐了这么长的一个火车，我希望好吃，都挺香的哈。你们看这个锅贴饼、烧麦、芋饺，这有馅儿的豆腐，他们这边的肉夹馍。那我就走这个烧麦，因为我对这个烧麦最好奇，有点像 rice pudding， 好像有粉丝在里面。好吃，是不是用猪油做的那个粉卷，猪油拌粉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在一个烧麦里面，他们加一点这个酱，应该是醋。Yo, this sauce is not 醋。日本要豆豉油，沙县才有，因为这个豆豉油，我这个16个小时的车值。然后这个，他们说是鱼肉饺，芋头。没有芋头的味道，或者好像那个皮是芋头做的，因为那个皮也很粘稠，里面是有点肉、胡萝卜，还有那个手干。再试一下这个锅贴，一层是脆脆的，然后很有层次感，喝一口那个汤。这么多肉，猪肉还是牛肉？牛肉是吧？挺粘稠的哈，有点像那个胡辣汤。我里面的阿根廷人很开心，很喜欢这个汤。想吃一口这个，有点像我上次在湖南吃的那个酿豆腐。不好意思，想问一下这个豆腐的馅儿是什么呀？金包银。金包银。嗯。是肉吗？里面加肉的。加肉是吧？哦。很好吃，奶油肉冰激凌那种口感特别特别滑。10 out of 10，满分。
I want to try this 肉夹馍。这有点腊肉的感觉的味道，还有比较有嚼劲这个肉。先看一下 ，The mystery of the bill 叫什么？状元饼。状元饼。加点肉。有点像烧饼，但是是改良版的烧饼，更好吃。来这儿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本来我的标准本来在这儿。Like I was ready to take a train for 15 hours for this, and I got this. 跟北京的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在北京能知道的东西，他们基本上都没有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在北京看过很多沙县小吃，然后包括很多城市都有。是一家公司吗？不是，是个体。哦，那为什么有同一个 logo？ 沙县是地名，嗯，从这里出去的。哦，所以大家都是故意的发那个 logo， 就为了大家，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。哦 ，mystery solved， nothing left， smashed it， 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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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，amazing！ 现在我就不占位置了，先买个单。你帮我看一下，刷弹幕说牙齿中间有没有东西？那个买单在哪里买的？32，太便宜了吧？这么多吃的，那肯定必须的。好呀，拜拜。我找到了沙县最正宗的小吃，哒哒哒哒，你看那个名字，起得非常好。我给大家，我今天非常的惊讶、兴奋、开心。首先，我怕沙县不存在。然后如果存在的话，我怕没有小吃，然后如果有小吃的话，我怕不好吃，或者在北京能吃到的一模一样。但是没想到沙县不仅存在，还是有小吃，而且有了小吃很好吃，跟北京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做16个小时的硬座还挺值，我真的很开心啊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有机会来沙县的话，尝一尝这边的小吃，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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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来。哎，对了，另外如果你喜欢这种视频的话，我为了吃的这么拼的话，那就别忘了关注、转发、点赞，给我3连，而且你可以顺便刷弹幕告诉我下一次应该去哪儿吃哪一道菜， OK 吗？那就这个视频就到这了，记住 whatever problems you have in life you always have 小吃。嗯，拜拜。